坚果会不会和爸爸一起追剧？坚果会啊，会，远程一起吧。我相信我爸妈应该会不同让他看的。能否用三个词形容你心中的巴蜀风貌？流浪、热情、耿直。春节假期到了，有什么计划吗？计划就是不要在外面多去走动啊，然后不要聚集，然后勤洗手、戴口罩，然后在家里面好好追剧。既然在家追剧，那能不能说出必须看《斗罗大陆》的三个理由？《斗罗大陆》很适合春节，然后跟家人老老少少们，然后一起非常的欢乐，所以一定要看。然后还有一个理由就是它非常的热血，然后会让你想起很多在青春年少时的回忆。然后还有一个理由就是特效非常的好，所以你们一定要看。最后，请给《斗罗大陆》的观众送上新年祝福吧！祝大家2021年牛年大吉，扭转乾坤，顺顺利利，健健康康！一定要收看《斗罗大陆》。